前新竹市长林智坚的论文风波，日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曾经喊话说不要挑战社会的智慧，更呼吁林智坚应该退选。现在林智坚宣布退选了，王世坚也有最新的回应，来听听他怎么说。选举的换将必输，错。其实下个月选举才正式登记嘛，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啊，所以在鸣枪起跑前，发现鞋子穿错脚，那换一下而已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没有所谓的，现在是阵前换将，没有，因为比赛还没开始嘛，所以，我们党的作为非常的积极明快。可以听到王世坚表示，尽管林智坚的论文风波对于民进党来说确实造成小波折，但是王世坚也向国民党喊话，说民进党已经整军就绪，在年底的选举还会给国民党一个机会输。